这个大容量的水壶我真是太喜欢了，感觉像挖到了宝。杯子上面有刻度，可以监督我喝水。养成习惯，我每天都要喝2到3壶。还带了一个硅胶吸管，婴儿奶瓶材质，95度以下的热水都可以放，怎么晃都不会洒，大口径的手伸进去就可以清洗。提手这里做的也特别结实，很适合外出携带。再贴上这个可爱的贴纸，越看越喜欢。